老弟，我打算给你展示一段陪技。豪哥，来，为了让你安心的看我展示陪技，我先把你电脑给关了。老板，你睡觉你回房间睡啊，大晚上的这么冷。我玩一把我就去了。老弟，你就不能先给老爸玩一把吗？我这把还没打完，我打完不就给老爸玩了吗？老爸你接着睡啊，打完我叫你。你怎么这么烦呢？对啊，你怎么这么烦呢？你这把打完我玩一把不就睡了吗？今天怎么那个搞成乱七八糟的。老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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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又亮了。老爸，我看你睡太香了，我不忍心。强硬吧，你别空拉呀，老爸，对不对？你打完你再 Q， 你开了人你再打，哎，我让你打一打，准备。老妈，赶快去管管老弟，让他别玩游戏了。大晚上的，别烦我。你知道老弟懒到什么程度了吗？他吃个苹果，标签都懒得撕。我操！说了不给就不给。老爸，我给你样东西。老弟，赶快睡觉，不然让你尝一尝脑瓜崩。我现在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。来蹦吧，来，来蹦，往这蹦，来。睡觉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脚不洗了吗？洗，听你的。脸不洗了。行，你睡吧。给你们看一下老弟是怎么洗脸洗脚的。别这样，和老弟来硬的是没有用的。我觉得我们要用爱去感动他，然后改变他，所以让我来吧。老弟，洗脚。早这样给你洗了吗？洗过之路，不是你衣服不洗了？不洗不洗不洗。老妈，老弟一起来就玩游戏，衣服也不洗，你也不管管。哎呀，就那么一点衣服，我帮他洗，你就别跟他闹了。你是哥哥，让他点。老妈，你看三八妇女节了，你想要什么礼物，我给你买。我的衣服很干净，不用洗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
别玩了，睡会儿吧。滚！这都几点了？多管闲事！我用你那时间，我去找个女朋友了，单身狗。你说啥？单身狗！老妈，老弟昨晚又玩一夜游戏，早上五点才睡，咱们现在就把他叫起来，不能惯着他呀。你管他干嘛？你管他现在有用吗？人正常要睡八个小时。他睡几个小时？你是人啊？哎呀！不用这样。我想看到老弟惊醒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用这个。这种开什么玩笑？这把你弟吓坏了。老妈，老爸现在根本就不在乎你了，你自己看视频吧。老妈，不要这样，夫妻之间就应该多沟通，好好和老爸说啊。哎，老妈，好好沟通嘛。行。哎，老妈，怎么不听啊？语言。哎，老妈，好好。我就想再听听我弟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有这种想法，不然太不是人了。老妈，我想听一下老弟的惨叫声。你是不是有病？识货上面 A 级椰子配色全，款式多，点评论区还有活动，所以我给你买了一双。我跟你讲，你妈我是个讲道理的人，我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去。其实我给你买了两双。干啥？